还在等吗？风卷飞沙，繁花落下，背对天涯。你的轮廓，黑暗中淹没，回忆住了这座，握不住你的手。我说也是，啊。哎，大小姐呢？爹。哎呦，我还在睡觉呢，干嘛非得叫我？你这孩子没有规矩，赵大人送来天后给你的礼物，还不赶快谢恩呢？赵大人，这样，你们俩先聊着，我这儿还有点事，我先失陪一下。这是御花园里的兰花，天后御赐，喜欢吗？谢天后。对了，听我爹说，天后在文武百官面前嘉奖了你，还升了你的官，厉害死你啊！是真心的吗？为什么不真心啊？怎么说，咱们俩也认识一场，为什么不能盼你点好呢？经历了这么多事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原来我们也只不过是认识。认识还不够吗？认识你我已经够后悔的了。莫乐呢？死了，顺便埋了。你还因为穆勒的事恨我吗？对我怨念如此之深。赵兰芝，你当时自己怎么说的？你说让我把他给活捉回来，结果呢？你自己却在背地里去偷袭。你要我解释多少遍？我没有命人放石头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袁，你胆大，爱冒险，是个有趣的姑娘，但我要提醒你，做事情要懂轻重，知分寸。我问你，那天你带去给我看病的那个老先生究竟是谁？说了很多遍了，游医。可是叶大人刚刚说，他是你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。你和你爹，到底谁在说谎？你不用急着回答我。你看上去气色不好，先早点休息吧。记住我今天说的话，你可以玩，但你玩不过王法。王法到底是谁啊？王法不就是你赵大人赵兰芝吗？大理寺少卿，天后面前的大红人。赵兰芝，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只讲道理不讲情面。既然你已经这么冷漠，那出了这个门，大家就以后不要再见了。赵大人请过目。
这便是当年慈恩寺惨案的资料、证词，还有圣上亲自批示的通缉令，都在这里了。赵大人，这个就是当年的钦犯陈天书的画像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当年我在安南得到过线报追踪我的，可是当时被他逃走了。后来我来了衙门，事务繁忙，也没有别的线索，此案就搁置了。赵大人可是又重新获得了什么新的线索？这个可是当年的天字第一号大案啊。不过此案距今也确实有些年头了，也没有人在追查了。倘若是赵大人能够破获此案，那便是大功一件呢。袁安，我早就怀疑你背后有高人指点，可是你矢口否认，各种小谎小骗，我念你天真也就不往心里去。我也曾希望那人千万不要是陈天书，可是画像上明明就是此人，不会有错。袁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山贼你敢救，通缉犯你也敢藏，你跟我真的是冤家吗？不行，既然我已经见到，不能再让通缉犯跑了。陈天书，一定要抓到你！袁安，袁安，袁安，我问你，你请到家里那个老先生，他到底是谁呀？现在这赵兰芝就在那大理寺任职，他专办那些陈年旧案呢。他今天无缘无故地向我问起了此人。赵兰芝也就是问您一句话，给您吓的。您是户部尚书，官比他还大，怕这个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少跟我啰嗦。我就觉得这个老人家，他比较蹊跷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姓什么？他什么来历？爹，自从他从地库里出来以后，他也救过我，也帮您出过主意。帮过咱们家多少忙我就不说了，那一直都相安无事的您追究他干嘛呀？我告诉您他叫什么名字有意义吗？李世民行吗？你这个孩子，这先帝的名讳是随便能提的吗？开什么玩笑啊，你长几个脑袋啊？我不知道他什么来历，但我感觉他大我们这府小。不行，我不能把他留这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立刻马上把他送走。卸磨杀驴、过河拆桥的事儿，我干不出来。干不出来也得干。哎，疼啊！疼啊！疼死了！陛下，陛下，你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混账！我问你们。给陛下吃了什么？为什么几日没发作的病现在又发作了？还不快请太医来！是。陛下。媚娘，你不要怪罪他们。朕方才做了一个噩梦。快，把国师进贡的丹药给朕拿过来，朕服下了也就好了。快！苏去呀，真快要疼死了。天后，国师送来的药丸遵照您的旨意，臣等已经处理掉了。还不快去请国师。是。
下。陛下的头疼已经许久未犯了，今日为何突然发作？国师，实不相瞒，刚才朕做了一个噩梦。护驾，来人呐！护驾，护驾，来人呐！护驾！护驾，来人呐！护驾，来人呐！护驾！想是陛下朝政繁忙，日夜操劳，精神紧张所致。国师，此事事关龙体安危，但请直说无妨。19年前，三藏法师圆寂，我师弟天书屠杀同门，酿造惨案。这件事情，天后可还记得？怎么会不记得呢？在那场惨案中，国师救出了三藏法师的法体，这天书妖僧也被陛下下诏通缉，至今尚未归案。今日距慈恩寺惨案整整19年了。国师的意思是，我今日只能替陛下暂时镇痛，可那悬案未决，天地有恨，是以梦境提醒陛下，切要将那天书捉拿归案，以慰冤魂，否则陛下这病。原来如此，此案怎能放下？去，速速缉拿那天书和尚。陛下，19年了都没抓住此妖僧，如今是死是活都不可知，这朝夕之间怎可将他捉拿归案？国师，你有什么高见吗？天后明鉴，我与那天书有着血海深仇，19年来从未相忘，一直想方设法追寻其下落。就在近几个月，终于有了些消息。国师的意思是，你知道天书在哪儿？天后容禀，明慧奉国师之命，一直在追查天书的下落，现在终于知道他确切的藏身地点，他就在洛阳城之中，户部尚书叶府城府中。叶府城，他有这个胆子？叶大人是否与此事无关，不得知。但是窝藏天书的是他女儿叶远安。远安，他年纪尚幼，怎会介入此事？莫要多问，事不宜迟，搜查叶家，捉住天书相关人等，若有包庇之嫌，
一并打入天牢。明慧，你确定吗？若天书不在叶府城府中，明慧甘受任何惩罚。只是，即便是陛下和天后亲自下旨，明慧并非官场中人，又不带兵，不敢担此重任。 那本宫要让谁去办呢？明慧保举大理寺少卿赵兰芝。好，传旨赵兰芝，让他连夜侦办此事。若一切属实，务必捉拿陈天书。是。 这么晚了，你带这么多人到我家来干什么？我奉天后之命，来叶府搜查案犯陈天书。什么？陈天书？原来那个人是陈天书。啊，赵大人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搞错了。这样，我现在进宫面圣。叶大人，圣旨在身，不要为难我。老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要抄家吗？ 这又是姐姐惹的祸。又是雅安给我闯祸了，给我搜！哎，赵大人，赵大人，小心夹层暗室、地板暗格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还有，彻查叶府所有家眷的名帖。赵大人，这么晚了。 这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贵干啊？刚跟叶大人通报过了，奉天后之命搜查案犯陈天书。哎呦，那你可能得白跑一趟了。你说的这个人，我听都没有听说过。天后派我来，必然有十足把握。你我都知道他是谁，藏在哪儿。你老实把他交出来，我以后在天后面前给你求情。<笑>那怎么办呢？既然你都奉旨了，那就只有请便了。 杂物的地库，打开我看看。
送。赵兰芝，大家关系那么好，不用这样吧？远，我是奉旨办事，国法无情，你不该不知道。送。赵大人，里边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几只猴子。你把陈天书藏哪儿了？哎呀，我都说了，赵大人，你看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但你千万不要告诉人家说我一个姑娘在家里养猴子啊，太不好了。你到底把陈天书藏哪儿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赵大人，你看你带了这么多人在我们家折腾一宿了，天都快亮了。哎，我们家早餐应该快做好了，要不然你留下来吃一点。我们家厨子做的馍馍可好吃了。叶大人，既然府上没有搜到要犯，那是最好不过的结果。我回去一定禀明天后，打消他的疑虑。啊，哎，也好，也好。我们走。哎呀，爹，我都饿死了，我们赶紧去吃馍馍吧。哎呀，你少说两句。哎，远儿，你快告诉我。我知道你还没来得及把人送走，可昨天晚上这么多官兵来查，你把人藏哪儿了？啊，爹，这事儿呢，您就别管了啊。我怎么能不操心呢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快告诉我，把人藏哪儿了？那吃点吃点，来，挺好吃的。吃什么吃啊？我吃。少爷，这是小人准备的碧螺春。你瞧瞧他。到底把人藏哪儿了？那这人在这儿了。哎，老爷，这就是那个通缉犯，官兵没搜到，我以为是远安把他送走了。这现在可怎么办呀，老爷？远安，你怎么跟我讲的？你不是要把人送走吗？他怎么还在府里啊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他在官兵面前已经晃一晚上了，谁看见他了吗？所以你说，还有哪儿比府里更安全吗？姐姐，我忍你好久了，这事你闹太大了。我不管，我现在就抓这个老家伙去见赵兰芝。我告诉你，这老家伙他救过我命，你干过什么呀你？滚！放肆！他是你弟弟啊！你要把他卧藏到底吗？我知道，你为了讲情义、够义气，但就是成全你自己。你太自私了！我问你，你想过我们吗？啊，你想过我们生死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争什么呀？不就让我走吗？我走不就是了吗？哎，小丫头，没事的啊。我这几年呢，也受了你不少恩惠，咱们俩就算两不相欠。我走了，再见。我送你。嗯，远。老爷，这。这站住！官爷，这儿是什么人？哦，
车上是叶府的家眷，打开看看。摆渡一会儿就来，沿这条河出去30里就出洛阳了。嗯，知道了。这包袱里有官文，还有一些银两，其他什么事儿我也帮不上忙。你实在没有什么落脚的地方的话，出洛阳30里有一个万兴观，那儿的掌门跟我关系不错，报我名字就好了。嗯，知道了。是不是变得那么啰嗦？我这人吧，就是不信别人，只信自己。你也救过我不少了，还帮了我那么多，也教了我那么多。前几天你还说，人啊不能贪图在一起的缘分。没想到这么快。好了好了，世事无常，这世间所有的事都有定数。说不定哪天又要江湖再见了。一定会再见的哦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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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可惜啊，我这一辈子的所学现在还没收个徒弟，将来有一天能有你这么一个徒弟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真的呀？嗯。哪里逃？你怎么会来？我若不认识你，不知道你有诡计，我就不会追到这里。此人之前果然被你藏在府中，如今又要去哪儿？我来了，就别做梦。武功恢复了。天后赏赐了天山雪莲制成的药物。谁救你的命，你没忘吧？一码事归一码事。他救我，我欠他的。他是通缉犯，他欠朝廷的。赵兰芝，你还真的是没心没肺呀！不让你走！放手！快走啊！快点！放手！不！陈天舒，你身上背着那么多条人命，19年来你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吗？哎，19年来啊，我没有少吃过一顿饭，也没有少睡过一宿觉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被冤枉的。好，既然你是被冤枉的，去朝堂上把话说清楚，天皇天后自然会还你公道。这个世间哪有公道啊？19年前没有公道，如今就有公道了。事情大了，好疼啊！我起不来了。好了，不哭了。你怎么那么死心眼？知不知道有个词叫好自为之？有冤枉好人怎么办？荒诞不经。我求求你，你放他走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你以为我不想放他走吗？可是如果……罢了。雨安说的对，我欠你一条命。今天就当我没见过你。那好吧，就当没见过。小丫头，你对我的情谊我都记住了。有缘，江湖再见。
但即便打不过，我也得试试。元，我希望你清楚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您好，我并非你说的那种忘恩负义、心狠手辣之人。不然还会一个兵都不带吗？你不傻，都跟你一样啊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回宫向天后复命，就说在叶府没有找到陈天舒。你要撒谎啊？欺君之罪。对不起啊。启禀天后，臣奉旨搜查户部尚书叶大人府上，每一个角落都不曾放过，确实没有妖僧陈天舒的任何踪迹。看来此事我们是错怪远安了。本宫就觉得这事蹊跷，这户部尚书的女儿怎么会窝藏妖僧呢？启禀天后，明慧郡主求见。他来的正好，让他进来。拜见天后。明慧，本宫正有事要问你。本宫已连夜让赵兰芝搜查叶府，并没有找到妖僧，此事你怎么看啊？天后，明慧正是为此事而来，结果并非赵大人所言。说。赵大人领命前去搜查叶府，仍是晚了一步。我一直派人监视着叶大小姐叶远安，直到后半夜看到一辆马车从叶府后门出去了。想必那陈天舒一定是被叶远安送走了，所以赵大人和官军才会扑个空。郡主不可胡说。赵大人，我只是禀报实情，也许是你办案时有所疏漏，我补充一下而已，你有什么不同意吗？还是你隐瞒了什么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此事你准备怎么办？启禀天后，此事有关吴皇龙体安危，还有十九年前慈恩寺惨案，叶远安确实窝藏了妖僧陈天舒，也只有他知道此人的下落。明慧以为，应该将叶远安收监刑部严加拷问，必定能问出实情。那如果你又错了呢？愿以项上人头保证，不会出错。好，明慧，本宫就再信你一次，此事就交由你去办吧。一再陷害叶远，意欲何为？赵大人，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呢？我怎么陷害叶远安了？我说的都是实情，只不过你身为大理寺少卿，不得明察罢了。你刚刚说谎，叶远安并没有在深夜里送走陈天舒。对，不是深夜，而是在白天，就在你赵大人的眼皮子底下，把陈天舒放走。我顶多算是弄错了时间，而你呢，放走人犯，这是欺君之罪。我只说了他，没说你，你怎么谢我？你跟踪我？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办事不力，徇私枉法，还问我为什么？别拦着我办事。郡主，远安若在你手上有个三长两短，可别怪我斗士无情。赵大人，你还是好自为之吧。
来干嘛？你窝藏妖僧陈天书，知情不报，我奉旨来抓你。这府里也搜了，这事儿怎么还没完呢？爹，人家是来找茬的，早就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抓我，看你有没有本事。小心点，小心呐！把案犯叶远安给我绑起来带走。等等，郡主，你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啊？刑部大牢。郡主，我求你不要用刑好吗？叶大人，等令爱罪名一旦坐实，您就自求多福吧，不用担心他。走。小主子，云儿，云儿，爹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，老爷？爹，姐姐这事儿不会让我们被株连吧？老爷，老爷，爹，老爷，快去请大夫！是，叫大夫。老爷，爹。且慢，赵大人，此乃刑部大牢，但凡出入，须有特批官文，请问您有吗？我没有。那大人请回吧。听我说，我能有个主意，你跟我合作，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你把天书老和尚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也没听出来这是什么主意啊。我更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要是不同意呢，我就让你尝尝这个烙铁。我这人慈悲，就送你一块。不错啊，反正最近正想纹身，找不着什么理由，还怕我爹骂我。你要烙个疤呀，我还可以正大光明的去跟我爹说呢。谁说要套你身上了？我要把它塞到你的嘴巴里，让你咽到肚子里面去。你还记得吧，叶远啊，在霍都山你是怎么把那些粗糙饭食塞到我的嘴巴里？我现在这样对你，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说不说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说。说。我承认你长得比我好看，你看你长得又比我白，眼睛又比我大。住手。赵兰芝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明慧郡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啊。哎，你们两个说话当我面说跑什么吗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给我回来，赵兰芝！赵大人，我很忙的，你有什么事就快说吧。我想请郡主还一个人情。哦，我欠你什么？霍都山上，我曾为郡主挡过毒镖，所以在这里我求郡主，审问可以，不要对远安动刑。替我挡毒镖，那是你自愿的，算不上我欠你的，更谈不上还你什么人情。赵大人，我跟你一样，都是奉旨办事，所以请你不要把公事私事混作一团。我想我说得很清楚了。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远安？赵大人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是公事公办，不是针对远安个人，请回吧。也是。郡主身份尊贵，又是皇亲国戚，
兰芝的确没什么资格和郡主谈条件，只能跪求于你了，请郡主网开一面。你肯为他跪下？他到底哪里好，值得你为他这样做？你告诉我，你说。他在别人眼里，可能哪里都不好，可他是远安的。不提长梦之中几番与你暮成心绪，谁都想一世不离，怎料却都转心。